手中去看台北报道，王乐言今出席 SWOT 2018春夏发表会，热恋导演男友张迅为五年的他今宣布要套牢男友，众人纷纷献上祝福。他说，我已经是主动示出善意了，两年前他已泪崩点头接受男友结婚，举叉登记，今他公开脱是男友意味浓厚。欧阳妮妮两年前因枪手事件形象崩坏，如今他一走出，在台艺大戏剧戏剧修部念了大三，谢赫业坦言压力大，学校蛮严格的，但可听出应有专心念书。至于现于五金行小开李佳安恋情，他说现在李楠是设计师，自己正全力经营潮牌，要去王乐言套牢。他说，我先套牢欧阳娜娜跟弟弟吧，他们东西都好乱。欧阳妮妮出席 SWATCH 新品会，记者王文林社。王乐言又与欧阳妮妮出席 SWATCH 新品会，记者王文林社。